双手双腿跪立于垫子的中央，来到四脚跪姿，肩膀手臂双腿垂直地面凝视斜前方，吸气翘臀抬头，呼气拱腰拱背，重复四组猫式。每次吸气翘臀脊柱下沉，头向后仰，呼气轻柔向上拱腰拱背，下巴尽可能靠近锁骨，猫式练习可以有效地活化脊柱，改善怀孕的肩背腰部疼痛不适。最后一组练习。